欢迎各位再次收看无福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322期的节目。今天的话让我水一集啊，我们翻一个绝版老物，07年电影的时候呢，距今已经是，对不对？已经10几年前的一款快速变形组，简称为 FAB 级的 JS。那么呢，先前呢，陆陆续续呢，其实我一直都有在追收这个系列啊，然后呢，我花了非常长的时间，因为我是之后才回头收啊，慢慢的呢把这几个家伙都给收齐了，这个Artemis Prime 还有这个 Bumblebee， 这个比例的话呢是绝对是不正确的啊，这个都是当年 FAB 级的玩具，还有一个体型超大超胖的这个 Ratchet， 以及我觉得是就是做的很奇怪的一个铁皮 Ivanhide。那我终于呢花了很漫长的时间呢，把这几个家伙呢，终于把第一集的这个吴小强的部队呢给收集完整了。那比例是提过了，非常不对啊！爵士的身高的话，几乎可以说是里头以头顶高度的话呢，跟邦博比是差不多高。那反而是 OP 的话个子是最小，但是各位也可以看得出来 ，OP 身上的零件的话呢，远远的比其他的几个家伙呢要完成度要高的非常的多了啊。那这些呢都是变形非常简单的一些小玩具， FAB 级的话呢在当时的一个定位的话呢是比这个 Deluxe 等级呢还要再低一级的，在09年电影的时候呢还有推出这个级别的玩具，但是到11年的这个电影第三集之后的话呢就完全就销声匿迹了。他们的共通点呢就是如果以现在的眼光来看，他们就是用胶很厚实，然后有一些联动的机关，以及刚刚也看到每个人身上都是有子弹的。那么电影一的话呢，爵士少有的戏份，也不能讲少有，其他戏份还挺多的啊。但是他对着这个 Megatron 开枪的这个画面呢，对不对？还是让大家感受到这个小小爵士一个非常英勇战斗的一个 ending 的一个人生。那他的话呢？可以看得出来啊，就是还原度上是有很多的不足的。以现在的角度来看的话呢，我们看一下啊，这个进展到最新的这个 Steel Series Deluxe 等级的 JS 啊，这个身高差的非常的多。但是以零件数来讲的话呢，这款爵士的零件数其实不亚于它的。那胶也比较少啊，比较薄啊，比较脆啊。变形的话呢，则是复杂很多。但是在人物的美型度上的话呢，已经是相隔了10多年之后，这个进化呢还是可以感觉得出来的啊。 Hasbro 在经营变形金刚的这一块领域上呢，我始终认为啊，官方的做法呢，我认为我们没有办法去评论它的对或错。为什么呢？因为好跟不好呢都是他们自己承受的啊，并不是我们可以去代替他承受什么，或者是去替他收割什么。反正好与不好都是他们自己决定自己去接受之后产生的一些后续的效应，包括他们对于这个第三方或者是对于 KO 商的态度呢，可能有人不能理解，但是呢我个人认为我们理不理解根本就不重要啊，重点是他们能够自己承担后果，这样就可以了啊。那这也是我作为一个变形金刚玩具世界的一个小小旁观者或记录者，我个人的一个小小的感慨啊。所以真的没有必要呢去吵一些什么什么什么版权不版权有的没有的问题啊，官方抓或不抓的问题啊，这个反正他们自己会承受一切了啊。那我们的话就看看玩具的一个进展史啊，像我们是或者是说呢，我已经下定决心我会玩很久的变形金刚啊，我已经决心把自己奉献给这一块了啊，就所以我会用一个比较平淡的心情来看啊，这个曾几何时我已经决定把我奉献出去了。那也感谢各位这10年来的各种支持啊。那么玩具也看到差不多，其实能讲的也差不多这样啊，可以看到啊，这个头呢是整个就是引擎盖的后面头就无法转动了啊，但是这个头雕做的还是有点意思啊，这个护目镜的比例就做的是有够大的了啊。那这个胸口到这个头的这个距离是很宽的啊，你光看这个镜头就知道啊，这边清楚的时候呢后面会模糊，你都知道这个中间的这个距离有多远了啊。就像有些妹子你相机镜头对她胸部的时候脸会模糊啊，对脸的时候胸部会模糊是一样的道理。手臂呢可以360度的转动，腰身的话呢它是有一个类似于08动画的这种
扭腰的这个动作啊，各位有没有非常熟悉啊？但是这是07年的玩具啊，比08年的玩具呢还要早推出的。手臂这一手的话，这子弹发射也给各位展示过了。它这个膝盖的话呢，是往前的话呢，反正折的角度比较多啊，往后的角度反正就一点点。那小腿这一带的造型倒是做的挺还原的啊，这一带的这个。应该熟悉电影 Jazz 的人应该都能够感觉到这个这些造型的用心了啊。大腿内侧呢也是有空洞的啊，你看07年也是有空洞嘛，对不对？又不是老物，又不是完美的，对吧？那我们来进行一下它的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变形过程啊。那么呢，这个子弹呢，首先我们要先把它完成一个收纳啊。这两腿中间造型不一样啊，在这个地方的话，我们可以把它给扣进去啊。这个把这个子弹呢给扣到那个小腿的内侧去啊。然后，这个扣，不过这个子弹我觉得扣这里很危险啊！一旦在车形态下走火的话，那这个确实不就 GG 了嘛，对吧？好了，那这个变形的第一个步骤的话，先把后面这个地方给翻上来，然后的话呢，手臂的话呢也往侧边翻过去。那么FAB 级的玩具或者是说07年的玩具呢，很讲究所谓的一个联动的一个模式。我们把这个腰身往后折的时候呢，头呢会缩下来，胸口会推进去啊，你可以看一下，你看。会自动的锁进去，那出来的时候它就会自动推出来啊，这也是它的一个鹈鹕位置所在了啊。掰到这儿吧，然后的话就是把这个两侧给往内推进去，再来的话呢，我们就透过一个稍微的塑胶韧性错开，然后从这个地方把它给扣进去。另外一侧也是一样啊。那为什么我两腿不先扣再扣这？主要还是你如果两腿扣上去之后，你要扣这里的话呢，也是要利用塑胶的韧性了啊。那所以的话，我会选择先扣一边啊，再扣另外一侧啊，这样子的话感觉比较顺。当然这个不是很重要，因为你怎么变都行啊。这个 FAB 级的话呢，强调是四岁啊，四岁的儿童就能玩的啊，所以它的变形就已经结束了。那车子很大一个啊，非常的巨大啊，你看到这个比这个 Deluxe 等级的车子都还要来的大。那么呢，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呢，上面有一层这种东西啊。这个我先故意不清掉，为什么呢？这是07年十几年前的玩具了啊，里头有一些透明的胶绳绑住啊，那有一些已经在里头已经开始起化学反应了，就直接的就粘在上面了，然后粘在上头，而且自动断掉了啊。那我是还没清了啊，我只是给各位讲一下，就是一些十多年前的老玩具，如果你真的没有拆盒的话呢，其实里面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变化的，特别是如果还有负电池的啊。可能你这个时候都没去动它的话，可能就 GG 了。那么这个轮胎的滚动性是超好的，完全没有问题。那你有没有发现滚动的时候好像有点哪里怪怪的，对不对？你们会不会觉得好像是不是前轮好像没有动啊？我们给各位再近距离看一下，你们发现前轮是不是没动啊？后轮有动但前轮不动啊？啊，其实是这个样子的啊，因为它的前轮的话呢，是这外面这个轮框会动啊，它里头这个外头的轮子会动啊，但是里面这个轮框是不动的啊。所以我第一次变的时候推，我说奇怪，明明推车这么顺，可是怎么前轮好像不动啊？所以因为他这个手的话呢，是手臂是在这个地方的，那我们也就顺便的把它给变回一个人形好了，变为人形车型给各位看一下，我们后面这个地方比较丑一点，变为人形就从这两侧压开之后呢，这个地方的结构呢就会跟着被破坏掉了啊，我们就把它给往下翻下来，然后呢手臂的话呢往两侧稍微拉开一点点，再来就是从这个地方往这里推的时候呢，这个头跟这个胸口的话会冒出来。哎，如此这一般，再把这个子弹不取出来也行了啊，把这个两侧的手臂给放下来，最后把这个部件折下来。哎，这一款 Autobot Jazz 的变形过程呢，就算是大功告成了啊。那么呢，这个是07年的一款老物了啊，那也是我花了非常久的时间终于把它搜索到，甚至我一度以为是不是没有快速变形组的爵士啊。那今天的话呢，把五个人呢都给凑齐了啊，那就跟各位分享一下我这一款，哎，又集结完成一个系列的一个 ，OK， 姑且算盲目的收藏吧啊。那就谢谢各位这一集的收看，我们下集再见，拜拜。